冬料理开吃，清爽暖胃少负担。哇，利用它的热度吧，看你要多少的油。哎、这个时候麻油不用怕。哇，好清爽哦、啊。不是那种炸的耶，对不对？山药、猪脚、黑豆酒，哇，入口即化了吧？那个骨头都分离了，超赞的。每周三、周四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本节目由消费高手好关键 EX 冠名赞助播出。